上去！别闹，我是观众。上去！我是观众。上去！哎呀！都说观众是演员的衣食父母，一瞅你俩，这就是后爸后妈呀！哎呀，我还不知道上来吗？我这不躲导演呢吗？你说自从上次我给他介绍完对象，天天就跟个长舌妇似的，扯个大嘴在我后边喷唾沫星子，让我给他当爱情顾问。问我这个不行啦，那个不对啦，昨天跟我唠嗑都把我气死，那个死出啊，那个冷啊，我不幸福了，痛快现在老揍我，以前还打麻将，现在跟我在一块儿不打麻将了，说打我比打麻将好玩儿。我现在我都不想活了，我都想死。龙，我要死，你能救我不？我说导演，你要死的话，我会希望我能够时间倒流。龙，你太好了，你救我。不是，我想再看一遍。你到底是？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在男性持久力、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，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79，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。延时20到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增强夫妻性生活。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，做回自信的自己。记住微信358163379。浪费粮食吗？有那么喂狗的吗？第三天又来了，今天喂的啥？导演害怕了，那个今天啥也没喂，给5块钱，愿吃啥自己买。我说这哪行呢？这不家庭软暴力吗？你这家打的都啥样了？我说你不能跟他过了。你看他咋说的？冷啊，你不知道有一种爱叫痛并快乐着吗？该咋不揍死你？龙，我现在一参加完婚礼我就想结婚。那你咋的？参加完葬礼你还想死呗？我说你跟他过去吧，结婚挺好的。哎呀，不行，现在我想再丰富丰富自己，我能不能学点让痛苦眼前一亮的技术呢？可以啊，没问题，你学电焊呢，别说一亮亮瞎都没问题，对不对？龙，不行啊，我是不是得减一下肥呀、丰富一下自己？减啥肥呀？可别减肥了，现在痛快说你丑，你还能说因为自己胖？要是你把肥减了，你连这个借口都没有了，多尴尬，对不对？胖是